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在这个进阶一幕的加持之下，他的进阶一幕玩的，其实进阶一幕应该来讲应该是被版本淘汰了，只是他们的进阶一幕会猴子的关系，他们利用猴子跟藤枝来打一个可以做空间的拉扯，变成又可以顶。我两队铁头蛙，哇，这是这一队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多了一手轻铁。版本打就不就是这样选吗？对，多这手轻铁就差很多了，别人就复制不了这个阵容了。神跟藤的优先顺序，没有，所以我觉得版本不能打救啊。嗯，版本打救不是先手赢了吗？对，版本打救是先手赢，对吧？版本打救不就是这意思吗？所以你作为一个后手方，你不会让版本打救啊，你宁愿去打他打一些新东西、怪东西。也不要让版本打救啊！对，后手边是直接把花型给按掉了，不给你再多一只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芝士胆猛归猛，但他们刚刚那个能打起来，是因为比较多一点，是因为他们的青田信长是九绝，然后他们会利用青田信长的双后撤，让另外一个想来补防的人没办法来补防那个二段。他只要一来补防，那就会吃到另外一边的空位。专门打法其实强在那个集训青田的关系。他们会利用集训青田来做一个新的绑架阵。你边青田，然后选先到，就是你放集训青田给他。奇怪呢，对方就懂这样选，右边选的这么好啊？为什么我们的人这边是长谷川啊？我真的不懂哎。是有的打，但是因为配先到来说，当然觉得怎么那么贱呢？来的更好，明明青田在这样的阵容里面就越想越气。但是因为他比较好的是他的灌篮，你有可能守不住。对，当然也是蛮看得起对手的，就是 OK， 你不要拿，我拿别的，我拿先到处理。而且那个阵容本来就是又变成另外一套绑架了，那也是直球出现本来就喜欢的。就这边一直对不到那个曾经的天地鬼子阵容，哪一个？就神藤鱼柱啊。哦，神藤鱼柱，对不太到那个答案。我不知道这个阵容跑不跑得动，就是防守那一段能不能去跑赢。哎呦哎，点捡到吗？哎呦，我真的跑过来了。没问题，第一球都打得果断哦。嗯，反正地板球绝对的有自信哦。讲座一直挑逗。哎呦，漂亮！好球。控位，他可以这样。漂亮。左右左右啊，超过我的想象，因为他前面那两球看起来。不是说都用看的吗？前面看起来老卡了。用看的防守就是这样啊。目前为止看到这个先到当手流线锋都压力超大的。要么不跳会进，要么跳了还是进，要么跳一个空的。哦，有地板球被接走了，一秒接两个人来不及，是及时沟通的。哇，这个对，因为他认为里面的人来不及了，对，先冒了一个哦。这零点几秒的这个反应时间而已，盖了一个恶人动作，到了，机制是不给打的哦，撞了，没时间了，好，没时间给他传，两分控位啊。有点，就是 YX 他自己把机制打有点坏了。对，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反着机制在打了。原本是99%的完美防守，压掉，拍掉了地板球。这个盖掉可以。他其实没有把晃脚闪得很好的。简单哦，牙也是不给、哦。没时间了，啊，没时间了，别拆。哎呦，拆掉了，哇，超亏。哦，用看的，看不了哎。没办法，原来是看不了，可因为他距离还是站得真的比较远一点点。哇，这种球最亏。哦，飘头。哇，刚刚空位这个第二球投。不过我觉得先到配那个三井有那么强啊。两边就刚刚柠檬他们有选一把这种阵容。说 YX 他的先到玩的是没有柠檬来的，确实没有。柠檬就比较会拉扯，他是用接球的上篮，拉你的身位。是比较，但这个就比较正常的先到。就是他一步到位之后，他觉得当下的这个判断距离是够，他就会直接去出手。但是柠檬刚刚是在好几球队里面、哎，好像每一球都有机会，但他愿意再等一下，再操作一段。哎，他越打越觉得好像球权很多哎。哇，那这一球的话，他反着机子打，确实是丢出去了。真会卡住。干啊、哦，有。甩出去，这个篮板就看姿势。哇，他落底是直接了。看你俩到底啥小啊？就是长那个板嘞、欸。哦，但这个板就在 Kim Jones 手上了，没问题的篮下。哦，一把他也没了。你、欸、不是好像有外挂哎、欸？篮板上有交流了，但主攻上这边还是不怎样啊？6-6的一个比分。看那个篮板球完全不讲道理的、欸。甩掉，在篮板交流一下姿势。
哦，可是被动超超走了。YX 大绝没晃，快的，有姿势，直接拔掉姿势，钻出去了，有踩到，哦、双踩干扰，严重干扰。有啊，斗气直接震开，又把握住一个篮板，但这个分数还是没有办法领先哦。拉到主半边，一直在找寻机会。哦 ，YX 这一波动作是给到了，好球，他预判了。哇，联盟这个很心机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前面一直没盖到嘛，对，所以你那个神经就被挑逗到了。嗯，一走在先到跟闪点，这真的是能打。哎，拉到自己的机制也是终于准了一波，是大车发表。好像也蛮多人选先到跟长鹰，一分十五秒还是持平的。但另外一个要选挂机，真的是啊，猜到了，打了一个一，哇，地板球捡得好。牛总，为什么你在那里？晃倒，但是球不会进篮板。只是你为什么可以抢得到？那这一球要进了，你盖不盖得到？有跳，再来。柠檬一直疯狂拉扯你。啊！猜输了。心理博弈，只是你好可靠。你这边看起来真的很像要二点，真的很像哎，攻防都能打。哦，那我也拉，有差一点，有牛总这个 dash 差一些些，越到这个时候，神经绷紧啊，没有人可以失误啊。那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什么？哈 ，Run Boy， 哎，还没猜到 ，Run Boy， 该又猜赢了。哎，怎么是这样？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不是下一球，吴博弈直接丢。怎么说？到外面去，这个光又钻了出去。哈！其实输出这把也是就一直有在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！哇，他怎么都差赢又抢赢啊？是这一块的博弈三拳。他杀小啊！这三拳连差赢，棒棒棒！直接把。你是怎样啊？飘头，左边的篮板秒到，还有一次机会。王干，骗到一段。一个人的武林哦。哦，跟不到了。哇，刚刚。看你脸。好有。干一个人的武林哦。有人在抄了，要小心被撞停。甩掉一段之后，后撤，再被抄一段。然后姿势了，不妨来一个。飘头，你想不到我还有学的。完了、啊，又学了，这个分数守不住。长期先生，他把一个没用过的招式留到这里用。你的飘头跟上分数，有办法顺抄，然后拉出去投完这个绝杀球吗？把分数打平，或者是？我、哦、没办法，角色不对。解说，姐姐，13-1带走。我觉得这一把绝对的实力。这一个波的对决，我觉得很精彩。哎、欸，其实 RB 还蛮强的、欸，这样看下来。花主播新的 LINE 贴图正式，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？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